那我们上次做完那个龙虾标本以后，我们那个眼睛还没点睛哈，还没有点睛，还没有点睛。那我们今天就用那个，先用黑色签字笔，或是说你可以用那个水彩笔加那个，压克力颜料哦，可以帮他做画那个的动作。哦，那因为这个眼睛是一个薄膜的地方哦，所以我们轻轻的画，不要画太大力，哦，只是要涂黑，哦，把它透明的地方涂黑，哦，不要太大力，轻轻的涂。它基本上会建议用压克力颜料黑色的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涂上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厚度哈，有一个厚度。那这个一般的签字笔涂哈，签字笔涂就是有点透明透明的哦，不会有那种扎实感，眼睛看起来会比较厚，有点灰灰半透明的感觉。哦，那因为临时找不到哦，之前不知道丢哪里去了，压克力颜料丢哪里去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全通就是用这个压。用签字笔哈，粗的签字笔去画，哦，那就是不要太大力，因为太大力它那个这个薄膜眼睛的地方就会破掉。那当下做好，我们也不建议做点睛的动作，因为它。这个磨磨地方还是不够干哦，会有时候很容易凹下去，凹陷下去。哦，你如果稍微用力，它就整个凹进去就很不好再让它凸出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眼睛基本上把它凸，哦，透明地方把它涂黑。OK， 那就是画龙点睛的部分哈，画龙点睛的部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做长期保存。龙虾壳标本要怎么呢？需要做上漆的动作。那有人会用亮光漆，想说吼，哦，这样比较亮，可是做起来会太假，哦，做起来太假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使用是也是阿坤一般常用的，叫做透明漆，哦，透明漆，哦，透明漆，哦，五金行就有卖了，五金行就会卖了。好，那使用方法就是，我要倒在碗里面，哦，倒在碗里面，哦，倒大概要今天要用的量，那当然一定不会刚好了，那多对少补，哦，那多的就不要再倒回去了。好，那使用呢就是用这个烤肉刷，哦，烤肉刷直接就是刷，那因为刷的话一定会过量，所以呢，你就让它顺着滴回去。好，那在下面垫一个盘子呢，就是让它在刷太多的时候会被滴回去。好，这样刷，好，让它那个透明漆渗进去都没关系，好，渗到这个细缝里面，帮里面去做一个防锈的动作。好，那你会发现刷过的地方，好，比较有像泡过水，哦，比较湿润的感觉，不会像这样干，刚本来这样干燥过后干干的。好，那这样就是做什么？做第一个让它壳有加厚的动作，第二也让它壳增加了。被碰受到碰撞的韧性，那第三就是跟氧气做一个初步的隔绝哈，防止它硬化氧化，哦，让它硬化氧化的速度变慢。就这样刷就好了，也很简单，就是容易比较脆弱的地方，就用银的方式刷，那就是这手指没关系，到时候再去补就好了。不要再去修补。这一支其实已经干燥了，做好放着已经一年多了，都还没刷它。因为这中间阿坤都没有在做龙虾标本，所以也没用到透明漆。那今天因为刚好我们之前做那一支要上漆，那我们就顺便把这一支也漆漆这样子。而且用淋半刷的方式哦，那让它完全渗透。好，那我现在手抓这一面哦，因为
哦，手抓这边，因为我没有戴手套哦，那所以你就先抓半只，先抓半只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这边比较干的时候，我们就抓这边，然后再抓下半部。哦，不要不用急着要一次把整只抓完。哦，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纸箱什么的，可以丢弃的纸，透纸板。好，那就那现在换抓这一只，抓这一只。一样就是先抓这个比较去抓一个，好断掉了，断掉就，你看这个到时候再修补掉了，没有得抓。好像是眉毛比较脆弱的地方，你就用零的，我们不是用抓的，我们用零的，去零过就好了，用那个机去零的，不是去抓，比较容易断的，我们不要，千万不要硬抓它。那没有抓到的地方，你再记得补抓哦。抓掉。哇 ！Holy shit！ 所有时候会造成断裂的地方，记得把它留住，到时候再粘合就好了。好，再来之后再用一些三秒胶把它粘合回去就好了。好，没关系哦，这一定都会有的。好，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，那不用。不用太在意，好，一定会把它再粘回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刚才刷漆的不是哈，那个不小心把它弄断哈，这个都很正常哈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就是再把它粘回去就好了。那其实有时候这个标本，有时候你在抓起来在玩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折断哈，那本来就要学着去修补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来补什么呢？我们来补这个眉毛哈，眉毛这个地方，哦断掉了，然后我们就是什么？我们就取一支牙签。找一支牙签，然后把它撕出一个很细的纤维哦，去把它细分。好，吸一个细纤维。好，好。好，撕出一个细纤维，然后呢，把它放进去这个缝。要穿得进去，好，穿进去了，好，现在穿进去了，那我们就稍微上一点点，快干，哦，一点点就好了，
一点点，然后呢，再把我们要接上去的套回去，套回去。好，那眉毛已经好了，那我们就是手的地方也是差不多意思，我就折一段，这一段可以穿进去这两边，当做中间骨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接回来咯，这个手都接回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放着让它干，干燥以后你可以选择再刷一次或两次。哦，你刷越多次它的外表的光泽度当然也会越好。好，可以选择再刷一次或两次，那基本上刷一次就够了啦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哦标本哦龙虾将军上那个透明漆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要示范酥炸 NR 后鱼块哈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要炸的话，一定要油。好，先倒油。好，那先开火。好，油到了，那先让它热锅哈，热锅。那因为油炸的东西要先热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锅的粉呢，是地瓜粉。哦，地瓜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用个几块就好，因为自己一个人吃用不了那么多哈，就炸个几块。
不会像一般的猪肉哈，炸猪肉可能要炸久一点，这个呢熟是很快。好，我们都放下去，那我们就把火关小一点。好，它的新油炸起来都很漂亮哦。那其实一般油炸的东西我们在外面不要吃，那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话，其实阿坤反而建议说，那干脆我们自己炸，因为油我们自己在控制，哦比较放心。那外面的有时候油已经回锅不知道多少次，而且高温油炸，像咸酥鸡它炸整碗都是一样的油，那其实对人的身体其实不是很好。那阿坤以前也很喜欢，虽然很喜欢吃，那现在就是忍不住的话，反而就不会去买，而是自己炸，哦自己炸。那鱼肉我刚才讲很快就熟了，所以基本上炸的时间不用超过三分钟，它就基本上就里面都熟透了。那如果它已经，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今天腌的酱油呢，如果你酱油下多了，有一个坏处就是它很容易外表很快就黑掉，很快就黑掉，那其实就外表不好看，而且吃起来会有点苦苦的。好，然后另外就是蒜头也不要放太多，也会导致说炸的时候变苦，好，会苦味很重。啊，另外有一个很苦味是什么？就是你米酒放的比例太高，也都会造成苦味。好，那基本上是熟了，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动作叫做逼油。哦，逼油什么动作呢？就是让油温提高。那我们不要说哦，另外在油温提高的中间呢，这个鱼肉过熟，所以我们先把鱼肉捞起来，然后再把火开大。Hello， 忙碌了一天，哦，到晚餐时间了，那终于可以好好吃个饭了。那就今天先来试一下，先来吃看看什么呢？好，就来先吃一下这个生鱼片哈，前然后生鱼片。很新鲜，很鲜甜。好，再来试一下这个蒜烧盐汤后，这个味道刚刚好。
好，那最后就是这个酥炸，酥炸，然后今天腌，哦，处理也腌得很辛苦的，嗯，熟度刚好，哦，非常有熟哦，非常的大熟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哦，因为接下来我就要认真吃饭了。那谢谢你们的观赏，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订阅我们的阿坤水族游乐园频道，那请按并且按赞，还有分享我们的影片。好，那谢谢各位收看哦，那我们下片影片见哦，拜拜。